台湾饮食文化大不同，外国人吓到屁屁抓，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鸡脖子、鸡头、鸡爪，可是它的爪子还有指甲，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彩绘、有一天我到一个朋友的家，他用那个青蛙来煮汤，我说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说、那个是青蛙，吓死我。